以赛亚书呢度咁样讲：上主的荣光照耀着你，看啊，黑暗笼罩大地，阴暗遮蔽万民。但是上主的光要照亮你，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身上。让我哋一齐嘅仰望，宣告上主嘅荣光，佢嘅国度要彰显喺呢个地上。世界再没得你，哪怕多黑暗，仿佛盖掩天地，我也深深相信，权柄在主手里，我也要坚守真理。我也要谨记主恩典。
在这漆黑世代，衷心祝福你。亲爱的主啊，在这个漆黑的世代里面，在我们身处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仍然要宣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我们仍然要去持守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。但愿今日你亲自以你自己的话语蒙助我们，建立我们，我们就这样侍立在你面前，专心等候你自己的教诲。多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